去。
慢慢双手上，
深呼吸，快的动作咯，滑下。这一段大家非常的熟悉，音乐的节奏也比较快，所以你的肌肉不用拖那么久，你可以利用这段的动作好好练习。慢慢的下，再来我们做两次 ，and two， 再做一次。你可以利用这个快的节奏，让你的膝盖弯曲的角度稍微低。好，准备让你的身体重心移到右侧、左侧，膝盖要弯曲，让你的身体移到右脚，再移到左脚，左。尽量去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能量。
家的要务。每一个呼吸都把新鲜的空气吸饱，送到你的身体的各个部位。每一次的呼吸，把身体各个部位产生的废气恢复，尽量从你的鼻子把它吐到鼻孔。掌心朝空中，打开你的胸。